你们俩今天怎么有空来我这儿啊？哎，谢谢。是这样的，罗总，最近呢公司效益不好，我苏总这边想搞点副业，苏总说来先拜访一下你。搞副业是好事儿，但是得看准。就是啊，我们两个人什么都不懂，主要是你神通广大的，看看有没有好的项目，哪怕是小生意都行，带一带我们俩。这样，我有个朋友一直做餐饮店的，生意也好，人员技术也挺齐全，位置也好，他现在要回老家。所以想转，你们要是有兴趣的话，我可以帮你们去聊一聊。可以啊，左总，你觉得这事靠谱吗？以左奇做事的风格，那肯定靠谱啊。我觉得不靠谱，现在这种特殊时期还开餐厅，再说一个餐厅，我也看不上。左总和餐厅老板还是朋友，谁知道会不会被？你胡说八道什么呀？我相信左总，做事要看人，你可以不干，但你不能胡说呀。行，那你干，希望你不会后悔。我有事先走啊。不好意思啊，左总，他就是这么一个人，他不干就算了，我干。没事儿，反正我跟他也不熟。你要想干的话，我去跟你聊。行，那就这么定了。好，那左总，茶杯。谢谢。左总，哎，这么久了才想起请我们吃饭呢。我今天呢要特别感谢一下左总。感谢我？当然了，当时要不是左总给我介绍这家店，我都不知道我做餐饮还在赚钱。啊？赚钱了？对呀。那不对呀，当时说好一起干的。你现在赚钱就没有什么事了。哎，熊总，当时可是你说你不干的啊，你说这话就没意思了，对不对？那行，现在餐厅赚钱了，我必须得投一点。没你这么干的嘛，赚钱了你还投什么呀？我们还是不是朋友吧？当初我俩一起去找的左总，是吧，左总？熊总，雪中送炭的朋友要珍惜，锦上添花的朋友都不缺。Say something, I'm giving up. 左总，左总，怎么了，嘟嘟？这次和李左恒做的项目马上就要签合同了，可是咱们公司小陈一看到李总就反悔了，现在说死这合同他也不签。为什么呀？小陈说他父亲当年就是因为李总破产的，他父亲特别恨李总。啊，这么回事啊？那小陈不愿意的话就不签吧。那怎么行？都谈好了，对方给的条件特别丰厚，小陈也不能因为个人恩怨影响工作吧？那你怎么想？我觉得那毕竟是上一辈的事儿，跟小虫没有直接关系，他不应该这样。你记住，只有被伤害过的人才有资格说原谅，小虫没有资格，你我更没有资格。左总，这次你来公司视察，总经理刚好不在，只有我陪你了。没事儿，新公司的工作状态挺好。左总，其实还是有很多问题的。你看他长得道貌岸然的，其实可小气了，几天来公司蹭免费热水。还有他表面光鲜亮丽的，其实家里面可穷了，打肿脸充胖子。还有他整天笑嘻嘻的，其实背地里天天和媳妇吵架，脾气可不好了。那还有，行了，你明天也不用来了。为什么呀？我看你嘴也挺不好的。可是我在跟你反映公司真实情况呀。你老是盯着别人的缺点，忽略别人的优点，严以律己，宽以待人，没人教过你。罗总今天面试只有一个人没来，其他都已经结束了。他已经迟到一个多小时了，我们没关系，再等等吧。啊，哎，不好意思，我知道了。不好意思，面试已经结束了。没关系，你先进来坐。哎，好的，谢谢。你去给他倒杯水去。啊，谢谢啊。我简历不见了。你这在开什么玩笑吗？又迟到又不带简历。我都已经准备好了。没关系，明天复试你好好准备，不要迟到了。你先回去吧。哎，好，谢谢谢谢。罗总，他这种情况还要参加复试吗？你看这是什么？这是他的简历，怎么会在这儿呀？哎，你没事吧？哦，我没事。你是得上医院呢。我外卖要超时了。你外卖站远不远呢？在哪儿啊？不远，你这样吧，我帮你送吧，你好好去医院吧，好吧，你放心吧，啊，谢谢哦。哦，原来是这样的。他刚刚走向社会，一定要让他坚信一个道理：人存善念，天必有之。爆汁猪脚、鱼头、牛腩、鸡、乳鸽。女士，你们只有两位，点那么多菜，你们也吃不了啊。你管我们点多少呢？给你钱就完了呗。没有，就是觉得有点太浪费了，因为这些东西都够我们山里的孩子吃好几天了。你哪那么多废话？没有，就是觉得有点浪费。把你们经理叫过来。
把你们经理叫过来。哎呦，怎么了，董总？这是你们这个服务员道德绑架我，说我菜点多了浪费，是不是脑子有问题？对对对，确实他的问题，赶紧给董总道歉，不然扣你工资。老板，对不起。不用了，直接开除吧。哎，老板，对不起，老板，对不起。必须开除。就你们现在这个店铺啊，多少人排着队租呢？我跟你说，要不然你吃不了多少总。好，好，好，赶紧收拾东西，走走走走走走走。董总，那我给你安排人员上菜。不用了，没心情吃了。左总，他出来了。你好，还生气呢，小浩？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以后餐厅所有的脏活累活都让小浩干，让他自己多加班。现在他半夜住院，需要5万块的医疗费，把他工资压住了，他打死都不会走。我觉得那份工作不适合你，我公司刚好缺人，你有没有兴趣？而且我的公司有一个好处，一入职就有5万块钱的入职费。入职费？这真假的？这是我的名片，明天来公司找我。喂，你好。妈妈，你在哪里呀？小朋友，你打错了。喂，妈妈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呀？小朋友，我已经说过了，你打错了，以后不要再打了，谢谢啊。小朋友，对不起啊，我是孩子的父亲，孩子的妈妈是一名医生，一年前因为特殊原因永远的离开了，因为你的号码跟他妈妈一样，我骗他妈妈说他妈妈去了很远的地方，孩子现在生病了，这几天需要做手术，所以我有个请求，希望你能和孩子多说说话，让他开心一点。谢谢啊。哦，好。我曾经很想知道，同样的话要说多少次才好，那些再三强调的。明明，你身体好些了吗？妈妈，我马上就要进手术室了，医生叔叔说会把我身体里的坏蛋打跑，可是我怕我再也醒不过来了。你相信我，你一定会好起来的。我今天还去给你买了你最喜欢的玩具，等我忙完了，我晚点过去看你。其实我知道你不是我的妈妈，但是我真的很想我的妈妈。我答应你，等你好起来，我做你的妈妈好吗？那太好了，我真的能叫你一声妈妈吗？好。妈妈。哎，明明啊，你答应我，你一定要加油。那妈妈再见。再见。左总，王总要求我们这个月底把合同方案做出来交给他们，他们明天会派人来公司视察，合同这边具体还要左总核实一下，看看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。今天先到这儿，散会。喂，明明。左女士，我是明明的父亲。你好。周在时间给你添麻烦了，真的很感谢你。不麻烦不麻烦，明明手术怎么样了？我现在赶过来。不用来了。走了。他是笑着走的。他说他终于找到妈妈了。妈妈，妈妈，你在哪里啊？妈妈，什么时候回来呀？